顺这样，对不对？是是。他头其实都一直把它顶上来，让它看起来舒服一点。对对对。那我自己的看法啦，是，哦，嗯，就是说你今天算几圈，如果今天是三圈，对不对？三圈，三圈什么？下面转三圈的高度，以后都不要超过三圈，就是说三圈甚至两圈半，哦，或是两圈。哦，刚刚是因为吃饭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是说吃饭，所以他要把它弄起来。平常的时候了，平常的时候。不然他那个一直保持那个角度的，他肌肉都没办法伸开来。你是说那个，哦，头部的那个床把它摇高的意思吗？对对对，啊，不要摇那么高，啊，就是说今天假设是，哦，他因为吃饭，他刚刚是因为喂食，啊，所以摇高。平常也都是好像他会帮他垫什么颈圈啊什么的，没有，都把它垫得蛮高的。现在比较没有了，因为以前呢，他没有垫颈圈的话，他的头离开枕头有一段距离，嗯，所以呢，那个有一个之前有你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推拿师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个头这样，这样离开这个枕头，这样弓着，这个会很累耶，用个东西给他靠着，所以我们就拿那个圈圈给他，有一个东西可以不需要那个头是独立的这样撑住。那现在呢，昨天那个小齐师傅啊说现在已经不需要用那个圈圈了啊，因为呢他头已经可以直接碰到枕头了，嗯，然后呢他给我建议去买一个记忆枕头，嗯，因为他认为也不需要那么高了，现在这个枕头对他来说有可能会有一点高，所以他建议我去买一个记忆型的枕头，嗯，那我会去处理这件事情。其实也不是说记忆不记忆，因为他很多哈，都是跟那个摇的高度有没有？其实江妈妈还是很弯啊，平常她应该就很弯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其实所以她会把它调高，那个枕头在的高度，一般的人对她都不够高。那他们都是利用把那个床垫啊调高的时候，把它那个弄到它适合它的高度，因为我们一般人不会那么高啦，嗯，所以一般你在外面买不到江妈妈，就是说床是平躺，江妈妈的高度都应该不够才对。没有没有，现在是平的，你看是够的，应该是够的。你摸摸看，现在整个床已经是平了，那他头是可以靠的。昨天小齐师傅跟我说这件事情，对啊，所以之前是不够，所以要放那个圈圈让它更高。那就是他仰躺，对，那个仰躺的时候，哦，对，反正重点是说，因为现在这个背部啊颈部我们都有在帮他揉，对，因为他有比较那个可以放松下。那个小齐师傅说，嗯，他问我说他自己有感觉到他那个背部呢已经有改善啊，没有像以前这么高了，啊，而且也没有那么僵硬，啊，那所以呢他认为我再去买一个枕头，嗯，那个枕头呢是可以按照他的他的这个他头下去，他可以记入重量记住，所以他叫我去做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我今天他告诉我说大卖场有，嗯，那我刚刚经过爱买他们也说有，所以我要去研究一下，因为他说有各种不同的材质，那我要买一个，就是我妈妈就是头高的时候它可以高，头低的时候它可以低的这样的一个枕头。那个枕头呢就放在脚上，让它脚部垫高，可以促进腿部的循环，这样，嗯，因为我们在按的时候都感觉它不需要再那么高了。是是，对，所以我虽然没跟他联络，可是我们按起来江妈妈因为你在那么高嘛，它肌肉反而都会缩起来，对，反而会造成它肌肉的僵硬。对，它本来可以伸展，好像说我本来可以伸张伸开，你一直给它拱起来，对，它已经可以开了，你又给它拱起来，反而是不好了。对，他告诉我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今天会，啊，那么巧，哎，但昨天讲，我今天也跟你讲，对，所以你们两个英雄所见略同 啊，因为感觉都是有这样的感觉，啊，是是是。啊，谢谢。按起来的，那他就是有这样子，已经不需要那样子了。对。啊，因为我跟他应该就是说，哎，
如果你这样还把它，它本来可以伸展，你要把它反而强制它弓起来，有没有？对，反而它是。所以现在的这枕头要换掉的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不会，摸起来它。